家好，我是林俊。今天有一个这个是化妆台，然后今天呢，我们在 7 的时候很高兴就送到这里。对，那个店长送你的礼物哈。好，我们先打开吧。里面有一个镜子，你是扣在这里。这是化妆台吗？对。哦，好，那里面什么，请倒出来。吹风机、口红，还有戒指啊。对。哇，有梳子。我要把它摆好，这是一个化妆台，所以它可以扣起来。啊，就变成一个化妆台哈。然后它这两边呢，可以放，不要放。好，那你把它摆好，一定很漂亮、很整齐哦。哇哦，这么棒！有，可能有指甲油、护唇膏、口红、梳子跟戒指，对不对？哇，你摆得好整齐，好棒啊！戒指有两个呀？不知道。哎，这也不是还有一个，所以两个啊。是说这种小朋友可以先玩的。嗯，那你今天有开心吗？因为你今天这个是，哇，那我的脚丫丫照到了，叮。好，因为它有镜子，就有反射到我的脚丫丫。那个是我们的，我们家自己的哈。好，那你喜欢这一组吗？但是这个还可以打开。那是什么？哦，柜子。啊，就是 Seven 店长送你的，对不对？刚好送哦。收纳的抽屉很棒，谢谢你今天的介绍。它还可以真的画，真的好，那你再画给我们看好不好？谢谢分享，拜拜，下一次再录别的录影啊。好。